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。你们看，今天是我的大宝生日，所以我来这边包场。因为刚好是碰到这个斋戒月，所以这里的人潮就减少了很多。你们可以看，整片沙滩只有我一家人。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来这边庆祝不一样的生日。表演，先来野餐呢。现在太阳很强，眼睛开不到。天气着这一点尘解渴，讲错了，这个不是尘，是叫啪啪干。哎呦你妈！在我左手边这个就是啪啪干，在我右手边这个就是普通的尘，你们看两个的差别。还特地准备了一箱水。叮叮叮叮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们看那个天气，突然间一片乌云，还有打雷声。我就来挖喇喇，是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终于挖到一只了，可是超小只，放生吧。那个天是越来越黑，前面那边应该是下大雨了。这个是另外一只，好小哦。前方那边看似已经开始下大雨了，所以我们也是要开始准备离开这个沙滩了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